都肯跟我这样做，小朋友和小朋友的妈妈都爱吃。砂锅内葱蒜爆香，放一勺豆瓣酱和一块火锅底料炒出红油，再加入忘情水，一勺生抽，少许盐鸡精调味，水开下各种丸子扣盖煮两分钟，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和土豆粉、小青菜，咕嘟五分钟。这样做的土豆粉比外面卖的都好吃。